一盘100块，现切的温体牛。原路吃个人牛肉卤，这样子一份210，温体的善化直送500肉。噔噔噔噔，袂涩就是袂涩，因为它很新鲜，所以会有粘性，有厚度的鼎。这一碗肉色饭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水冬粉，这样吃起来一个人吃会爆炸，210。CP 值爆表，也就用秋干切的有厚度，这样子粉嫩粉嫩的入口最好吃。台南人喜欢的鞋藤葱花蛋，一份30块。锅渣味的，为什么说它是锅渣味？用低油的去煎呢，就白香。一碗牛肉汤的量1.5两。牛肉汤附肉燥饭，这样子一份110元，直接稍微用那个牛骨高汤穿烫过一下而已，粉粉嫩嫩的。它看起来有点油腻，但是吃起来完全呗。豆腐的酒加了米酒更清香。芥蓝炒牛肉120，锅气让我出来，啊肉汤也冒出来，很嫩口。牛肉炒饭那一份100块，很多，很恐怖哎。炒的口感动物都分明耶，很口味动物出来，然后吃起来肉质很嫩 Q， 完全不会干柴。吃这份100块而已， CP 值真的很棒了。